水中森林好好看，这潮水退得真快啊，呼呼的，太漂亮了。哎呦，别爬了小可爱，进我饭碗里来，让我吃吧。大家想吃的吗？想吃我又给你们呀，走。你看你走过去就看不见，这不是吗？这不都是啊？这不都是这一溜？我天，这水太凉了啊！这海螺壳被吃了，这还在这吃呢。按俺们老家的话说，是光知道热闹，光知道热闹。我喜欢这肉，哎呀，哎呀，哎呀！这不仔细看，这脚底下都看不见，真冷了！哎呀，真凉了！哇哦，这一家三口，呆呆鱼，这鱼傻不愣傻不愣登的发呆，所以叫呆呆鱼。拉螺，拉螺，试试。呀，掉了呢，不捡了，不好捡。海螺，哎呀，哎呀，这是卧室大海螺，哎呀，刺我一身，爷们儿，螃蟹太小了，我就不弄了，这螃蟹太小了，放过它。哎呦，旁边还有鱼嘞！哎呀，刚才那个不弄啊，这个我用夹子夹吧，水太凉了，实在是。这天儿确实有点不大适合干海了。每次夹一次，都给大家看一下。这才叫赶海了，货不停啊啊啊！这才叫赶海了，货不停啊，弄啊，来吧，弄吧，赶海赶到天亮，真是。那个，现在清晨了，已经6点左右了。一会儿去吃我们的东坡包子的，特别想吃包子，一晚上
通宵赶海太累了。看我今天的货，一桶，还有一袋子，那袋子没拿过来，还有一个袋子。哎呀，不给大家啥了，大家多多评论一下，多多支持一下，好吧？拜拜了，看看这个，这叫啥嘞？这叫朝霞吗？朝霞多好看，嘿，拜拜。